这个布也不错。 简直是水做的身子，又怕日晒，又怕火烧，我好不容易救了你，怎么能让你轻易受伤？要不然不是白忙活一场吗？我只是答应陪你逛街，谁让你靠这么近了？你看，你现在被我挽着，任谁看到了，都不会怀疑我们的身份和关系。走，带你去个好地方。 殿下，可要我把东岳姑娘喊过来？她与风系之间倒是颇为亲厚，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殿下传召，她焉敢抗命？这世上有些事，偏是勉强不得的。走吧。 什么时辰开始啊？快了，快了啊！这戏好看呢，身材的特别好看。二客官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今天的座全都满了，您看，要不您明天再来吧？哎，今晚我要把这里包下来。啊，今晚客满了，要不明天包吧？就今晚，我出10倍的价格，让班主把他们全都赶走。 客官，您稍等片刻。不信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请我的女人看戏，不能让别人打扰我。哎呦，哎，这对不住了，各位客官，今天这出戏啊，不能如常的演下去了。这位爷包场了，不过各位放心啊，今晚戏银全退，明天再来不收钱。 啊，对不住了，慢走，慢走，走吧。二位请。小二，哎，上场。哎，来了。冯熙，虽然你很有钱，但也不应该做这种小肚鸡肠的事情。
你怕什么？这里有没有别人？很多年前，我也同一个人看过一场皮影戏，只是这光影依旧，故人却不知在何处了。你我之间各怀心思，各有目的，每次见面都少不了争吵算计，倒是难得这样安安静静的。明明是你心怀鬼胎在先，从定远侯到三皇子，从左相到明珠，哪个不被你算计一番？有时候我就在想，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一丝真心？真心自然是有的，但若是没有自保的能力，这颗真心便分文不值。你又在狡辩了。若有一日你我不再相见，你是否会记得我对你？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前几日冯贵妃的贴身宫女离奇失踪了。是吗？好像是叫红萼，这两日在宫里闹得沸沸扬扬的。冯贵妃她不是冯熙的姐姐吗？对了，今日是明珠的行刑之日，不知道冯熙计划怎么救出明珠。贴身宫女失踪，该不会是……小小礼物，不成敬意。冯某欠许大人一次人情，若是日后刑部有事，冯某义不容辞。好说好说。总得有人要死，反正人我给你救下来了，你管我怎么救的。听说贵妃娘娘宫里前几日有个叫红萼的宫女失踪了。失踪了宫女，你找我做什么？你是不是拿她给明珠顶罪了？你还知道什么？不妨告诉我。你明明可以买通监斩官的，你为什么要害一条人命呢？我只答应你救人，至于怎么救的，你管不着。